然后真的有一只海参啊。我现在在哪不重要啊，之前吃过一个小龙虾鲍鱼拌粉吞吞桶，感觉还不错、啊、然后最近看到他们又出了一个海参鲍鱼拌粉吞吞桶，看着好像还挺不错的，今天我们去试一下。到了啊，这边是我的吗？来看一下啊，我直接在网上团了一个套餐啊，25.8元两桶，一桶是柠檬茶，然后一桶就是这个海参鲍鱼拌粉吞吞桶，来试一下啊。直接先来看一下这份海参鲍鱼拌粉啊，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，这应该是一根啊，一根香肠，我看他切了一根香肠，然后真的有一只海参啊，看，一只海参。这只海参是光秃秃的这种啊，没有刺的这种啊。然后鲍鱼，鲍鱼在哪？在这，看到了吗？这有鲍鱼，还不好夹，一只、两只，好像是三只啊。然后还有一些，这应该是菇啊。在底下就是粉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来试一下啊，先来片香肠。还有黄豆，鲍鱼啊，个头就是比较小啊，但吃起来还是挺有嚼劲。这个是海参啊，一整只。讲真的、啊，这个海参吃起来没有太多的味道，然后海参本身也是比较淡，吃别人的味道。蘸一下底下的汤汁啊。对，得蘸一下，那汤汁是有点微辣的。对，把这粉拌一下啊。它这个粉的汤汁是有点辣的，这烤的还不错、啊。菇，这应该是鸡腿菇啊，乐趣腾腾的。一只鲍鱼，应该就三只啊，嗯，还有一只在这，三只，然后剩下就是粉跟那个菇，还有香肠，有点微麻微辣的拌粉，粉的口感很 Q 弹，口感还不错，然后整个酱汁的味道其实也还不错啊。再来看一下这桶柠檬茶，冰块，然后两片柠檬。嗯，哎，底下还有一个什么，跟果冻似的，很大一桶啊，看到了吗？底下，底下这块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跟果冻似的，口感还不错。冰冰凉凉的，太过瘾了。这个桶看着感觉好像不大，但其实它的分量还可以啊，就是满满当当的一桶，吃起来其实挺多的。然后25.8元一桶粉，一桶柠檬茶，都是一桶的、啊，味道感觉还不错。然后价格的话，个人感觉啊，好像也还可以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一桶粉，一桶柠檬茶，25.8元，你们来评判一下啊。干了这桶粉了、啊。